毛衣长改短，如果拆开改费时费力，我们用锁边针法改短，简单好看，还有弹力哦。选择自己喜欢颜色的线或适合衣服颜色的线都可以。利用白色的线上下缝两行，注意每一针尽量大小要一致，还要密实一点，缝出来才好看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以免穿线的时候不好穿。用黑色线来回穿线，穿一圈。姐妹们觉得黑白色线搭配好看吗？如果你知道，一定评论在下方告诉我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方法，就支持一下，就是在屏幕点两下，给个支持的小爱心，谢谢了姐妹们。这就完成了，姐妹们觉得。